是。你还好吗？黄医师，这里是内宫重地，请自重。依稀，你为什么？黄医师，如今我已是贵人，要一心侍奉皇上。宫中规矩森严，我们以后还是不要再见面了。依稀，你真的就想一辈子在这里待着吗？我既已侍奉皇上，就该一辈子尊宫廷礼，行忠君事。莫非你要让我犯下欺君之罪吗？依稀，你真的不想跟我回家了？黄医师，难道你要让我犯下欺君之罪吗？依稀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现在是贵人了，尊卑有别，请黄医师不要忘了礼数。这是你送给我的那只小妮啊，我一直带在身边，每当我看到它，我就会想起咱们俩在一起的时光啊。你不要再说了。为什么？黄医师，你听好了，这碎了的泥羊还能再合起来吗？不能。如今我在宫中已经享尽了荣华富贵，难道你还要让我回去再跟你过那种苦日子吗？不管你和我之间有过什么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和我的关系就如同你手中的泥羊一般。